这位同学，他说默学每一次读经时，妄念不断。有一位师姐拿了一套《大势至圆通章疏钞精华》的 VCD 给我看，在末段有讲到伏妄念，可以用读经时解其意。以正念佛妄念的方式，因此默学就以随文入观。这个观写错了啊，这是观照的观啊，观察的观的方式啊，读经，其效果很好，因为妄念不但少了，而只要念头一起，马上就能够觉察。但是读到35品的时候，心里就会心惊肉跳不安，因为吾尔很类似经中所说的不善之人，就是默学怀着羞愧忧苦之心呢，请师父开示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口佛将35品空过不要读，以减少心里的恐惧。而他的儿子已经20多岁了，很难沟通，不听劝言。请问师父，默学应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？这个《无量寿经》35品还是要念啊，不能不念啊，不能不念。那么你念了的心里面不安呢，这是很有效果的感受啊，要多念，要多思维，转恶为善。转迷为悟，这就有效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父子或者是母子这个缘分是注定的。佛讲的这4种缘，不明白佛法的道理，却是随业受报啊！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。懂得佛法之后啊，你就要知道怎么做一个转变。首先从自己做一个转变，然后帮助你儿子做一个转变。我们的佛就没有白学啊，学了真有用处啊！这个用处就是一般人讲的改造命运。学佛人自己命运不能改造，那不是白学是什么？最低的效果啊，最低的利益是把我们的命运改过来了啊，转不善为善，转祸为福。这个叫学佛，这是眼前的很小的这个果报。更殊胜的是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
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转凡夫身做佛身呐。如果我们眼前的果报都转不过来，要想转迷为悟、转凡成圣呢，那就不可能。现前得的果报，这佛法讲花报啊。像植物，它先开花后结果，来生是属于果报。现在这个花报好，果报一定非常殊胜。那么花报不好，不好，我们要去反省，去检点，决定是功夫不得力。功夫不得力呢，这里头最重要的因素是理解的不够透彻，所以信心呢会动摇。愿力若有若无，这个样子我们就改不过来了。如果对于佛陀的教诲有相当深度的理解，有坚定的信心，坚固的愿力，这个愿力还是世人常讲的心想事成啊。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那个心想就是个愿啊。你有正确的善愿，哪有不转业报的道理？你的儿子年龄虽然大了，只要你自己认真学佛，求三宝加持，有一种不思议的力量，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力量，会让你的儿子觉悟，会让他回头，那就是你修行功夫得力了。那你儿子现在还不听你的话啊，不接受你的沟通，你的功夫没有力量啊。从这一方面去下手，这个是你一家的事情。下面呢就没有问题了，但是还有时间，我们把他一家的事情扩展到今天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，这是共业。这个是共业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不善的预兆，不善的预兆就是灾难的预兆啊。天灾人祸发生的频率多了，每一次的灾害严重了。西方
许多古老的预言讲世界末日，我们冷静去思维，可不可能？很有可能。啊，我们不是相信这些预言，我们是看现在这个一切四象上的发展，超级的强国都在不断的研制新武器。啊，现在的这个核武，听说已经可以毁灭地球啊几十次之多了，它还不够，还要再发展。啊，那么希望大概将来是这个地球毁灭永不翻身了。啊，毁灭几十次还不够啊。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不是这个意思，何必再去发展新武器？实在没有必要了。国际国与国之间互相猜忌，啊，互相在防范，啊，我怕你打我，你怕他打他，不是好事情啊。人与人当中没有信心，现在的人，你仔细观察，自私自利。啊，这个自私呢，是合法的。啊，在外国有讲究啊，隐私权。啊，所以自私自利是合法的。夫妻两个人各有各的私心，那我们常常听到了，先生身上有多少钱太太不知道啊，要保密啊，太太有的钱先生也不知道，这样还能够说是一家人吗？还能共同过日子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夫妻之间都不可以公开的，都有秘密啊，隐私权。父子有隐私权啊，父亲瞒着儿子，儿子瞒着父亲，这一家人呢，那对于外面的人就不用说了。啊，在社会上，长官瞒着他部署，部署瞒着长官。啊，公司里面员工欺骗老板，老板欺骗员工。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心态，灾难怎么能避免呢？这是真正值得忧虑的一桩大事情啊！啊，我们学佛，这真是无比的幸运。为什么呢？看破世界了。世界再大的灾难，再怎么样的毁灭，我们有自己去的地方。啊，我们一点也不担心，一点也不恐怖。啊，有好地方去。啊，可是我们想想世间这些人，许许多多人没有遇到佛法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些人受业力支配。经上讲的，可怜悯者
真的可怜。啊，造业受报。啊，受报的时候他不觉悟啊，他造更重的罪业，怨天尤人。啊，这样一来呢，这种循环呢是往下面去的，不是往上啊，愈陷愈深。啊，每一况愈下了，啊，一生不如一生，一世不如一世，你说这个多可怜？啊，到哪一生哪一辈子，他才能够起来，他才能够处理？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很难过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发愿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，啊，来帮助社会大众。啊，那就像你所讲的，啊，你那个不听话的儿子，啊，做父母的爱护他了，关心他了，热心亲切教导他了，他不愿意接受。啊，不但不接受，他还要反叛，啊，还要毁谤，还要侮辱。啊，不论他怎样以恶意来对待我们，我们依旧用慈悲真诚的善意回报。假以时日，这个要时间啊，时间久了啊，他造的这个恶行啊，恶心恶行，他会受很多苦难啊。总有一天他会想到，啊，他以恶意对待他的父母，父母完全以善意对待他，只要哪一天他想到这桩事情，他就会回头了。啊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永远都在等待众生回头。众生只有以一念回头，佛菩萨就来帮助。真的是感应道教，丝毫不爽。我们学佛要学得道理，佛是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连这一点都不懂，你到哪里去学？首先要学佛菩萨的做人，啊，佛菩萨处事待人接物的存心，我们归结的十个字，真诚心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我们从无量寿经里头揭露出来的。要存这个心呢，处事待人久，特别是在逆境恶语，更应当坚定地守住啊。
要常常想到，我们希望别人对我好，我要先对别人好。希望别人尊敬我，我一定先尊敬别人。儒家教导我们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爱人者人恒爱之。我能帮助别人，就常常得到别人帮助，这个就是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希望别人尊敬我，希望别人呢照顾我，希望别人帮助我，我自己对人根本理都不理会，你的这些希望都变成妄想。释迦牟尼佛这大圣，你看看他跟大众相处，完全跟大众一样啊，真的是和光同尘啊，绝对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特殊的阶级啊，处处给人家不一样，没有过的。这是他能成佛的原因在此地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特殊形象，是最愚笨的，为什么呢？大家跟你隔离了，群众跟你隔离了，人群跟你隔离了，到最后啊，那就像古时候皇帝呀，称孤道寡，寡人一个，没有人敢接近你啊！所以这个是最愚蠢的人呐，最笨的人啊！最聪明的人，时时刻刻不理群众，这个人决定成功。学佛，小乘的修学法是先成就自己，脱离群众先成就自己，自己成就之后，再接触群众，广度众生，这是小乘做法，大乘人士是先度众生，后度自己，不一样啊。大乘人慈悲心重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事出世间有成就的人，不竟然讲英雄豪杰，今天讲无论哪个行业，只要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他必定有成功的因素，现在讲呢，一定有他成功的条件，条件里面最重要的一条，亲和。能够亲近大众啊，跟大众和睦相处啊，这个条件是第一个条件呐。一切成功的人都具足这个条件。不能跟大众
清净，不能跟大众和睦，不能跟大众平等，你纵有成就也很有限。我们也看到很多啊，他发达的也快啊，败的也快啊。他为什么会发达成就？那是前生修的福啊。为什么会败呢？他就少了这三个字啊，亲和平等啊，他少这三个字啊，很快他就败了。啊，大学一开端呢，就教给我们了，明德亲民。啊，亲民就是亲近大众啊，至于至善，至善是在讲啊，就是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这八个字是至善。你能把这八个字做到，常常跟大众亲近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何况佛陀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多。亲民最殊胜的方法，佛家讲的四摄法。儒家没有讲的那么详细，儒家只提个纲啊，佛家有细目啊，叫你从哪里下手啊？四摄法第一条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戒缘，那布施就是戒缘啊，实在讲。四摄法的四条都是戒缘，戒缘的方式很多，种种不同啊。你要运用的恰当，你的人缘就好了，你得到群众的爱戴，得到群众的拥护。成己成人，基本的修养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十善啊，这是基本修养，务必把自己变成一个纯善之人。我们这一生呢，真的没有白过了，这一生做人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。我们行善，善不能做到纯善，这就是过失。做到纯善并不难啊，人人可以做得到啊！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去做。佛在经上教导这个方法是个普通方法，不是教特殊人的。十善业道是教化一切众生，上中下三根通通坐在里面是佛家讲修行最基本的方法，甚至于叫什么，你还没有修佛，还没有皈依，你看看在净业三佛上实相是不是教没有皈依的人呢？
真正使自己成为一个善人，不容许毫分不善夹杂，你这个善才圆满啊，才叫做至于至善啊。至善也是逐层往上提升。提升到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上佛果，无上菩提。希望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以纯善的心去看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不要看外面境界不善的事情，不善的事情很多，要学许哲居士那种心态，看到了没有放在心上，真的问他呢记不起来，许哲的比喻很好啊，看到一切人事物的不善，他就说就好像他从街上经过，那街上来来去去很多人啊，也听到人在讲话了，要问你的时候呢，你看到没有，一个也记不得，是看到许多人，是听到许多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放在心上，把一切众生的善心善行放在心上，好好的学习，不善决定不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纯善了，没有恶啊，心善行为就善，这样自己才是个善人，经上常常念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听佛讲这两句话，我们自己有份呐。如果我们实善没有修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还跟实物相应，那展开经验念这两句话，应当惭愧。佛讲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不在其中。应当生惭愧心，佛为什么在经上这两句话那讲了几万遍也不止啊，几十万遍恐怕都不止，为什么说的这么多呢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做善男子善女人，必须要具足十善业，远离十恶业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苦难动荡不安的世间，我们的心安定的，我们身心安稳的，就先保住自己，佛家讲先度自己，然后我们以全心全力帮助别人，希望我们同学共同勉励，
不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自己想怎么做想怎么，不可以的，随顺佛陀教诲，这样就好。